心有咱清净的性质，咱即马是归原形，如本咱的天性，上天的显明，顺着清净啊，这条灵感，咱以天元的心意啊，是咱出定。就是通窍，这是咱转的热情啊，灵也现开，是咱顺着元天的心啊，咱以清界慧灵为主，照着无形这个天性。入境啊，咱现主持的小团，这就是咱在讲的天理。咱甲愿这条心啊，汇集灵也清界，只有以性啊为大啊，咱以清体的心意。是见老母这条本领，咱要倒转来恢复原形、原性、原样，是灵魂的天理。咱行的上天本性，是正法这点心。向咱有顺啊，这么啊清，灵魂也发界，走向正法自在啦，是有妙的天性，是咱来讲着出家显性啦，有依正法正天命。传落顺界心意啊，这是咱获着的天缘。无下来讲静心，灵魂也发界，只有来讲着清净自在呢，是咱无形正发心。转咱归元道性，有咱一点清天灵，咱有母娘这么啊净，这是清天的灵性，心啊入静，拢是这条路线，咱逐天爱通爱行爱明白。这条路径，今仔是以心路啊，咱的心境啊，抓定咱这个灵啊，会当直通出窍，是原始这点心意啊，要咱即马清楚咱的脑底，是原形这个天性，是咱在世啊。咱这个心啊，会清明净，灵源也天性，转咱顺家本性啊，这是母娘的天意。再来讲顺家，咱的心啊，是咱本灵会天性，是咱顺母啊。这么啊静，恢复是咱这点气啊，咱来向的是你这么定一条，是以现主持的信息，咱所有的感触，感触就是咱的感觉接受，咱定一条，老母啊这个来意，因为这是先天啊。咱才会当增加
咱的本领如来迄个完成，经过沟通了，咱会当会合，这就是咧会灵啊。要咱合这个真心，是母娘啊，伊的话啦，咱叫做真心的话，就无假啊。受到安尼来甲咱教育啊，咱慢慢有这个灵感，有这个磁场，咱才有这个气根啊，转达着咱这个心，顺着阿母啊这个指示，是老母伊做一个啊示范啊，咱才有现主持啊这个灵的能。这就是咱的能量，今日没有这个功能、才能，咱照继续啊，来照着母娘啊，伊所交代，咱伫这里讲话，传来青天的真气，咱就行是一咱今嘛这个心，修行是修咱家己个，母娘啊一直传。啊！只有咱现主持天甲咱啊，讲诶甲说诶啊，这就是咱受着正传、正派诶传授。灵源本以上发性，转咱道家现实行，顺咱表正言情。对着天元一点地，咱就向着清净，这么样顺。母娘啊，伊的显明，咱就得团先天神啊，灵元有老的灵气，转咱清净顺利，这点找出着天性。金宝啊，转咱有情，是伊青天的灵性。咱有母娘这尊神，母娘伊是转光的啊，伊是光体啊，是伊清界这个灵性，爱咱伊顺母通神啊。神嘛是光明的啊，我以元天的灵气转过着无形，看无这条灵，这就是咱咧讲的通灵回妙啊，转咱心顺气啊，上苍爱予咱的符合。咱今嘛是用肉体倒转来，咱这个灵体看出着先天，咱的本性就是咱的天体，拢是这个体来造成的。今日无形体做咱这有形体，咱才有这种灵感，是咱原来。一点气，气就是神，就是智慧啊！自然，予咱这灵感产生啊！咱合这个真理啊，真理只有讲本体了尔，本来性质啊，是伊天元的真相，是咱来讲遮尔稳的天性呐、啊，灵元伊的灵性。咱爱有顺家现世心，只有外观输入来内观，咱才有内外合着咱即马即个通灵，照着先天的指派，这就是咱的性质，嘛是咱老母娘娘伊的命令，爱咱讲的话啦。是元天路性，是咱来讲着清净顺利啊。
灵魂伊个灵在，会出着清净啊，神在在。一世人只有靠咱，咱怎啊所接受，你所有的决对决定，这个小心了了。人行起起伏伏啊，人生嘛，伏的，就是咱怎啊讲好的嘛，沉落去，就是你怎啊无好的嘛。咱爱是平常嘛，拄拄啊好嘛。今日讲话嘛是拄拄啊好嘛，卖超过紧，啊嘛卖想无有无，你讲袂出来。这就是咱人嘛，你要有什么工课，做什么代志，都是人事物，你拢爱调整嘛，调整甲咱现主是中和嘛，拄拄啊好适中。天路是天理嘛，天理就是其中啊。继续，咱以适中有无？卖超过高，卖超过低，卖超过咱连主席的付出，啊嘛是咱即马爱付出的出来，啊这则是适用嘛，拢是本源本意，来找出着咱这条神。神这个气嘛，拄我好啊！你超过当力的气，比如做机有无？你的体力不支啊！你这么神，你体力也无够无？神伊袂出窍啊！在你的心内底闭掉了呀，鬼呀！是咱用先天这个灵性，鬼就是人工病啊！你有毛病，你有病有无？你则无力啦，破病人无力啦，爱人吵，袂行，连食饭、连背呼吸都无力啦。是咱一点灵气，是咱来讲着出家现世呀。真理的灵气，顺路啊，这条心。这是咱儒家的天性，母娘爱咱的心绵绵，亲像绵绵啊雨，亲像细雨长流，这就甲细水同款，细雨就细水长流啊，绵绵啊雨一再一直流啊，袂停啊，道理嘛是爱安尼啊。逐天讲，逐天聊，逐天学，逐天复习啊，是咱一点灵气，是咱转的上天神。这个道就是这个神，你若无人甲你客呀，就无人甲你拍开啦。这个性质用话来甲你传。用着咱即马平常时生活的资讯来甲你讲，你行无路，是咱以一点清天的灵气，咱会照顺咱的心，道就是动静尔尔，阴阳两气关系，这就是咱要照理呀，入着咱即马，咱这个戏。会初讲，甲即马即个又讲，这是两个管道啦。从先天就是咱即马，你去爱输入来，伫咱即马即个感受，咱即条来讲诶，又咪咪。后天就是咱即马食饭平常时咧讲话，即条初讲，所以讲伊在较。外用啦，就讲会当接受着人事物，安尼来用来讲啦。啊，但是咱这个来讲有无？伊还是保持清洁啦，保持咱现主持甲母娘相通啊，这个缘啊，咱讲有讲三花、三缘、五缘，
这就是靠着咱原来自然迄个恩能啊，迄个精因啊，是咱本灵回天来，做咱清体神在，原天的真意，导咱清净是顺性，这是咱的天界。现咱清灵自在啊！阿母啊，有一点灵气，照看现。今日咱牵挂，就是正量；第二个就是现量啊，下挂的正中央啊。这则是咱讲出现，咱现主时，这个心。讲会出来，你物件会当，虽然是看无啦，但是你用气咧流通，人就知影你这个气是清的，无含落的啊。这就是咱咧讲的清净、清心、清净的体。咱今日灵修当然是讲灵体啊，唔是讲身体啊、肉体啊，肉体一定阴阳啊。青楼在内底嘛，愿天有路正法心啦，归咱度化现实行。修行是结这个塔空的了，但是这个塔空爱靠规身躯的力量啊，规身躯爱靠咱体力的集中力啊，但是咱这个身躯爱照地气啊。你走下单啊，中单来啊，但是这个塔卡你嘛要照天降落来啊，这个电波啊，十方的配合，是咱一点灵气，是来讲到军团，所以讲咱这个天主的，还是耶稣有十二正中心。迄、那个源头，十合就是归零，零是上大诶，可生可灭的，因为完全打脸打无去啊，是咱咧讲这条零，咱诶大甲细，大就是自然啊，细就是咱即下即个肉体啊，有内涵诶啊。无限的，甲你，甲有限的，是以青天的原型来讲着顺家的心，原只有一点的尔，先天真一的气啊，叫做元气啊。伊则生咱现主时，即马咱来食饭，这个气啊，平常时的空气啊。养咱身躯，这个气，食米的气啊，这就是咱个人，你所有这个元气啦，个人哦，啊，咱爱是天的元气哦，所以讲气有分作三种，食米的气，甲无米的，这个空气，甲咱怎啊先天。顶下一支无，下四点水，这个元气。所以讲，咱开源啊，这个咱讲，后天的啊，天一天啊，这个真气只有一，地啊，六来成之，从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空，这就是包含咱的十方。是咱顺着通灵这点意思啦，咱再来行入清净的心，是归咱无形这个天，咱再向啊这条心，这是咱对着天元的本性，世界这么稳的天心呢，上苍。会发现
咱上诶顺庙，献咱一条清净诶心意，灵魂就顺着缘，缘咱会当讲是道，会当讲是性，会当讲是本体，种种诶代名词啦。今仔有即个名词，有即个字，你才会当有即个心。向到这个字来底来观看，这就是咱讲的天性。金宝啊，来讲到这么明，上苍的法界，现咱清净心来，得到升天的真，咱才有无量啊。这么顺的心啊，显露是天法界，落得清净金宝来啊！今日咱洗是假啊，当是惯的啊，所以讲当就是山，洗就是水。因为咱太阳是为下面铺开惯的嘛，西方是太阳落海嘛，这就是咱咧讲的灵性。没有咱知影讲的这种天灵，顺着正理这点开，咱爱显露青天的心，照这样运。一心嘛，是咱注定这点理，是咱显明金宝这条心，真理是定落来。教化，今仔日教育，咱的心的变化转化，这就是咱咧讲的天性，造化无会造有诶。这个土地像阮较早即间。这间家厝啊，三四十年前，就是咧种油菊、种豆啊、种刺果啊，然后呢，啊来做这条路，啊来起这个厝，这就是造化。土地啊，甲造化，咱即卖咧讲的咧大这个厝，这个修，有老啊厝，有边啊，铁档。有咱现主席给出啊，要客物件的仓库，拢是无一做化出来，做作出来。现咱一点灵气，转过就顺家清净。咱那菩萨伫山里割草，到那爸结婚生我，生我两个小妹，我两个小妹，佮生咱姊妹即个孙啊。孙啊，搁生囡仔孙，伊要搁嫁娶啊，拢是咧造化，拢是咧变，拢是咧交替。这就是咱咧讲的无生有啊。我本来无车，较早有铁马来有奥多麦，奥多麦来有车，啊车再搁分品牌，修行咱就是咧修这个品牌，亲像车呢。有路量啊，有喜米啊，有咱风电啊，有咱现主持的三气压千的，有比烟道不离位，有搁较好个、较高级个车，钱个问题，内底设备个问题，这就是消费，这就是经济，经济，这就是日常咱个用个，但是这是淡薄个尔尔。今仔修行嘛是修咱个人哦，哦一面尔尔，唔是面面哦。但是咱来去沟通，咱来去交涉，咱来去交流，有单面呢，你才有法度较侪面呢，面面，面面了，你拢集合起来，你才有这个全面呢，全铺的，全灵啊。是咱这点灵气，
来讲到清净的心，交流就是这个意思啊。要增长，咱即马所学的，咱会当一直的欣赏到啦。咱就搁加一个自信，搁加一个撇步，是以成天一个本性。咱来回到的天灵，世间一定要用花样，足侪款式的，互你敬，你慢慢在当塑造你的心的大爱。咱人到底嘛爱性质啦？那无害呢？你安怎都无法度到底啦，无法度做伙，无法度收听啦。这是性嘛？你讲的性就这样。但经过修持，你就会当讲，你现主是所有的执着，你懂的，会当甲通，会当甲打破。啊，这就是咱无想得到的啊！咱拢是同一个体啊！啊，你若对这个有三心不如意哦，你就懂得着，来世。恁两个都爱个通，爱互相有爱哦，安尼这关卡你才会当过哦。修持就是咧讲，你无爱有现主邪业力来阻挡啦，你这条心行未过啦。要讲到这严格哦，所以讲修持甲读册无关系啊，是这条心嘛，你要安怎甲变过？今仔日。咱所有的山无路啊啦，哦，无你讲，甲山的时阵，山必有路嘛。山无路，咱心爱变啊。这就是咱要讲甲遮尔啊清楚的天性嘛。世间只有这个心意在变啊，路伊是成形啊，地位土俗了，地位变啊，走走山啊，是咱。一点灵性，是咱顺着清净。今日变就是咱家己啊，天是永远的啊，咱一定爱修甲好才倒转来，无可能叫天有啊神来找咱啊。我们在讲咱啊少年，你来看哦，四十几岁了呢，四十几岁你就要做母牛的鸡，你就要吃新门饭。你若活到九十岁，还五十年哦。啊，像话即卖哦，疫情哦，都大家拢也无出门，啊，你开这工地、工电有无？唔够死，啊，佫煞有囡仔哦。今日开工地的都唔是出家哦，哦，话完全拢无出家哦，唔是像我老狗身躯无出家。我这条心是清气溜溜哦，哦，我只有单纯哦，照天公哦，就是老母哦，就是道哦，你这里讲理哦，这就是咱要讲破啦。人世间你要信神，但是神啊无生计，伊是正观哦，正观就是正就是神哦。伊要来带你这条灵，幻就是心变咯、哦，鬼哦。所以讲神嘛有中诶，嘛有干诶哦。最主要就是要靠你在世间你诶心诶判断，你要行诶选择，你是要向善诶、向恶诶，还是善恶？你要甲跳起来，无分别，无执着，无。妄言，我别讲话，啊，十科八科啦。所以讲修行，尽在个人的主张。咱若知影这个唔对，咱就唔免去讲伊啊。最主要修咱家己就好啊。话多啊，必有实啊。所以讲，我修到只有讲，即马。会需要你呢，逐天母娘要我讲的话，
来来去去，你有问我，我再跟你讲出这个道。你伫手机啊内底问我，我才有跟你回答。无，大家拢讲的文拢差不多嘛。你无甲拍破，你都唔知嘛。我讲是啦，开客客啦，开客就是甲拍开啊，就是甲起花啊，甲升起啊。你爱用着你这个气来通你的脑神啊，你这个头壳内串你也甲你开啊，很猛嘛。是咱上界中的这个头壳嘛，这就是咱要讲破。第一，你要了解，你这个头的中心点，就是内源来，咱目睭甲后头壳的中心点嘛，甲咱脑后壳的中心点。神是伫遐，唔是伫心肝骨内，是气啊。是咱要了解三丹嘛，所以讲，你来看金花迄本册哦，你就知影所有的李启成，甲咱即马天星。天星啊，星星的星啊，伊咧讲的三丹，伊咧讲的金丹，伊咧讲的天珠，离袂开着十二正中这点，所有拢是讲这点的呢。实际上我咧讲课，我目睭要眯眯，外口的物件我要甲收集来内底来讲破，但是我即个眯眯，我接受的。才有这个灵感的支撑啊，这是上界清的，咱才有这个神出现啊。有的讲你坐禅爱去三分八，骗人的啦，会晓教未晓教，神来甲咱教，啊，这就是咱知影的，咱受着正统的，我常咧讲正统的，我为头卡底。来归身躯，这个三丹来咱现主持的人多，精神后面后多，会当来甲咱今嘛这个脚，这个腹心，健康嘛。这是要经过咱肉体训练呐，唔是你凊彩彩用拿喉讲的嘛。有训练就是要为两只脚，迄、那个丹田。练起来，啊！若平常时接受的听人讲的，是对拿喉。这一本册你甲看清楚啊！我阿娘咧讲，绝对有凭据的，因为我是对第一来开始的啊。是咱一点练气吧，今拢是要求学，求学就是乱计。只有一个真的而已，这是永久的嘛，暂时的都是在变嘛，永久的才如如不动嘛，即灭即清嘛，涅槃。顺着这点灵气，虽然多啦，都是变化。唔得讲，咱所教授一团一片来，我讲啊，这都矛盾啦、啊。你这个矛盾等甲我起来，啊，我这个盾牌过咧安尼而已。所以讲道理啊，只有正反两面尔，一个甲你讲，啊一个来甲你动的尔尔，闪尔尔。流啊，一定流，拢是伫遮咧流。但是你要流到安怎呢？譬如讲咱坐红西线，你要加互顺，啊你若无顺了无，这个线透开就拍开啦。所以讲，咱要顺天。咱要顺气的流动，这就是这个意思啊。今仔日你这个线会拍开是安怎？你讲未继续嘛？你搁讲落，这个线就拍开啦，你就无物件好出来啊，气就动个啊，你这条气管就塌个啊。所以讲程度就是安尼啦，我量就是靠安尼喎，这个人团的喎。伊会继续有这个意思无？我就知伊会听到，因为我有经过训练啦，我经过安尼起来啊。唔则讲，哎呦啊，我直接团团的有变呢。安怎讲？
你到一年啊读了，当然你伫遮一直训练，你到二年起，当然你会变嘛。你感觉你长大嘛？啊，这是自然智慧啊。所以讲灵是自然变的啊。你甲这个程度，你心也无歪哦。你灵咧讲的都无同啊。你家己有一个感觉，咱即卖讲觉性啊。这就是咱灵修啦一条路，你有这个灵感，你才会当讲出着咱即卖所以然啊。你安怎过来，你安怎变的哦，绝对袂走正去啊。啊，若解说文字的哦，你永远是门外汉嘛。你心知影，但是这条灵哦，你这个空线都无接啊。是用安尼来讲啦，因为我灵修就是这么多年我的灵感啦。我讲的出来就是我即卖进度啦，是咱一点点去，咱爱清净的心变啊，拢是倒转个本体，安尼咱才会当敢若潜龙无首嘛。大家都拢相共款啊，那着搁李处长，那着搁董事长。都大家拢来较上悬的所在啊，大家嘛拢当处长啊，那就搁选入新班啊，啊那就搁选什么？哦，你是新班头啊，这就是咱咧讲的，咱倒转来住同家厝啦，安尼再永远袂分家嘛，是道家嘛。你这个金钱家，咱原来迄个涅槃。迄、那个姊妹姊亲，就是你无其他啦，无其他的心啊啦，无其他来比啊啦。安尼，你若着搁选什么？这个是要来带头的，唔免嘛。是咱这点灵气嘛，咱爱是清楚这条心嘛，心路是正法界。选咱通天顺自在，咱人就是经验、考验、实验，就你这个脑神的尔。所以一个人，你这个心来坚持，你会忍苦嘛？修行是为苦的嘛？人世间就是苦海啊，苦海就是足济苦啊。人讲求天啊。求天是什么意思？你每天你要经过足济苦嘞，求就是足济足济，顶顶搭搭嘛。唔知有怎讲求顶求上天，就从天，咪当讲求上天。这就是咧个你离啊，离你这个心念有无？有正无正？不是在讲这个天啦，求天上观啦，是你这个心要经过足济关卡，足济磨练，你这个边啊，你过去的边甲现主时的边啊，你才会看破，你才会体会嘛。咱这句话就真侪捌考过，咱理事长捌思想过啊，忏悔啊，思过嘛。但是这拢是傻啊！我娘还未做会的时阵就哭家，我要做九天会嘛哭家，我只嘛这句话含姊妹，迄时阵要做这嘛是哭家，恁那是小考验呢，小考验嘛，要做大事业啊，无这么简单啦，水雷针嘛。水落蹲嘛，迄、那个当讲是咱蹲南川的蹲嘛，挂就是为啊开始的啊，创造艰难呐，是咱一点点气，转过就清干，水伫顶悬，雷啊伫中哭哭嚎，当然你涂骹有无艰难呐，打蛇啊。水都未落来啊，敢若雷公一直敲无，你就伫遐嘴闭开，伫遐下咧尔。啊，你看困难无？挂就是安尼拆啊。
是咱一点聆听的法界，是咱转到清净自在的。灵源是天地，转咱瞬间是秒意啊！无你讲的每一句话，每一工，拢伊的含义，就是要咱人，你爱来报，你爱来听，你爱来做，照我都照母娘讲的话来行。啊，每一个人拢要有成绩，拢要有成就，拢要有现主席。咱即马要成的这个因，这就是咱每一个抱望嘛。今咱爱是会当，即马我就会当亲像原来迄个车主，单纯呢，安怎讲？单纯就无外来甲你影响，你只心从行出去嘛。我常咧讲随波逐流嘛，神甲你讲的，你唔信嘛？啊，奇奇怪怪的，只听你的心有无？鬼啊！你甲你砍，你就出去啊！唔免拜啦，拜是拜咱风调雨顺。一个国，每一个家平安，安就好啊。家己你一定要勤练啦。拜是你即卖咧讲的，母娘啊，你给我一个工课，我会当照你这个工课来完成，安尼我才有法度倒转去，因为这是条件。咱来承诺嘛，咱的诺言，咱讲出来话嘛，是咱一点灵气。是咱抓定顺界心，一至玄关，就跟你讲，玄关内底有一个内串，你内串爱甲你拍开，你这个体内底啊无脚无手，你要拍开，都会跟你讲，你爱用精气神啊，佛会跟你讲，你爱用着咱佛。佛法真啦，佛法真啦，佛就是你即马觉醒圆满，法就是你即马照着咱的佛藏佛经啊，真就是啥，你规身躯你只要心要清净溜溜啊，安尼就见光明啊，你内窗就开啊，咱就讲你爱用精灵气来甲神有这个光。你才有这个气力来串，你才会当破开。啊，这座门，这个关卡，你若开出来无，你就掀门啊！哦，啊，我这个心里内底只有这点，啊，出来外口哪会这么宽哦？这个空间这么宽有无？都市大了，你就爱出来外口山的啦、海的啦，看看有无？你心才会舒服，才会平静落来。天地理嘛，自然说的嘛，每一个人拢是安尼啦，是咱一点灵气。伫地府，咱人方关有无？你上爱放假甲做兵同款啊？你上爱咱放风啊，放你出来有无？无关你有无？互你自由啊？这就是咱讲的天性啦，选咱心中。咱的本性，你活伫空马卡边，你唔知这是好个啊，温暖啊。等下你啥物拢无啊时阵无，迄、那个鼎啊，迄、那个水啊，若无火有无，你都无作用，因为失去温暖嘛。烧冷咱挡袂掉嘛，你有去咱天地遐大，你就知嘛。过去。咱伫二十年前去，我是到二三十、二十四年前去嘛。迄时阵也是没路无人啊，只有下沙口的人伫遐坎底咧用坐尔尔。你有看车伫这个冰顶遐咧行，拢是马啦。经过几年啊，就车伫冰遐行，过迄冰天地啊。时代进步嘛。日日变嘛，
啊，咱人爱有乌的功能上大嘛。百姓有安尼，都市有安尼，慢慢就引起咱连主席，咱真增加嘛。过去八大行业，咱台中上起范嘛，再沿南部，再沿北部嘛。社会事你嘛爱捌一丝嘛，是咱一点灵魂的灵气，是咱转的清净。咱知无好的咱来改啊，唔对的咱来改啊，这是机会嘛，这是转嘛，这就是智慧入智识，智识转智慧，是咱一点灵气。咱人离袂开着分个合啦，分分合合合合分分，生死死生，这就是咱今麦讲道，咱连主是轮回交替嘛。是咱要知影这文字的意思，啊！你袂当照文字一直念啊，哎，就死挂咧你无变化。我毋知定讲你文穿啊长，啊内底你拢无解说世俗义。啊，就等于你不知道啊！读册你读足济咧，来社会都无用着啊！社会学你都唔知啊！是咱一点灵气，是咱来讲着顺家的心。显露是正法性，开源转啊是天命。一个公所嘛，又分一个。咱即个讲里长，有分一个理事长。理长伊就是行政嘛，向外咧甲咱这面的争取关心这面的嘛。理事长发展了会，伊就会当去甲咱即嘛这个咱讲的讲较好的厂商啦，就讲你有开工厂的，你有做生意的，较有赚钱的无？你通去讲。官啊，里长绝对袂使的啊。所以讲，里长伊是有理会的啊，有办公会的。理事长完全拢是出家己的力啊，爱卖面子啊。这就是咱国家所定的，每一个所在拢定的嘛。啊，你若无进入这地有无？啊！你根本头都清净，脑顿顿啦，人讲啥你就啥呀。你无选择权嘛，你无判决权嘛，是咱一点灵气嘛，是咱一点心嘛。想修行，你要看你的经济来源，尤其是少年呐，你一定要找灵疗这方面有赚钱的，无囡仔目白啊大嘛。你那个三个，你靠修行要要死哦，两个都要死啊！无讲你个三个囡仔，干那休困你就害啊啦，放暑假寒假你就害啊啦。安那讲，二十外天，六十外天，了就爱交学费安尼，交学费了，囡仔转来，伊就要搁讨生讨生呢，气候会比较啊，是咱。一点灵性，是咱来讲着顺家显灵，这是咱现主是修行者爱做的嘛。过去咱就无法度讲嘛，过去就敢那描述尔尔，无咱现主是所有的功德，无腰婆色腰婆语，在家修的难度，过去就敢那比丘比丘尔，是咱一点灵性。是咱顺家显明，唔则佛祖真巧嘛。伊讲你要自立，稳定个你才利他。你要自觉，你这个无形界你已经成功啊，你拢知啊。你才有法度觉他，无你无这个好道理，你无这个好心性，好分予别人，这个心会改善。这是真正大关系呢，你一定要捌到咱心内底，这个中心的原点，你这个原来迄个样在铺，
是咱一点灵气啦。想用啊，用想的吼，想的我就跟你讲，境界还无够啊，鬼神呐、啊，量子变啦、啊，撞就对啦。你中高平，今仔正神就中立啊。我嘛免中好的，嘛免中歹的，我讲出来拢条条有理啊，条条有关系啊。你行修持，你这条灵甲你的纸，你要甲排起来，无量只规家啊。正神是安尼啦，正修的人有受过正统的训练，就是这个根基，就是这个毅力，伊袂断啊。所以我就常咧讲啊，新生是凡人做啊，只惊凡人心不坚，你就无法度成新生啊。你就落去六道，搁做人做禽兽啊！道理你爱讲会破，啊唔通照遐诗句安尼讲有无？大家嘛要讲，但是你照咧记咧，你就记咧袂出来啊！边边啊一本夜经啦，互你看啊，啊你就拢照安尼念念遐，你也无法度甲拍破，无法度记咧讲啊这是啥物意思啊？是咱爱有即嘛？老祖就是咱即马咧讲，咱的道祖嘛，咱老母嘛。道祖会当讲显然上人啊，会当讲无生老庙啊。迄是源头，佮源头，迄、那个气啊，清清清，伊才有光嘛。光就是无夜无杂。今咱即个头壳就是天圆啊，头壳是圆啊，是咱即点灵气。是咱来讲，就顺家的天命。即个头壳，你就知影啊。咱五行，咱五脏拢伫即个头壳个。目睭就是肝，耳啊就是心。正经张永春伊咧讲，啊耳啊一直无听到无。我讲你迄个心的问题啊。伊去检查，等下讲，好个医生甲讲，我这心哦，指数骨拢无顺着。啊，结尾咧，人较早所有祖先留落来，互中医有无？啊，册写遮尔济啊，拢经过代代人人的印证啊。啊，你敢有特别？鼻啊，就是咱即卖咧讲的啊，菩萨就是耳无好啊，痰则遮尔济啊，感冒啊，嘴啊，就是干啊。咱若啉酒，有啉酒的人，你就知啊。啊，是要中风的人有无？你嘴齿洗袂过啊。咱这个，咱讲来讲，就是鼻啊，哦，咱的鼻就是咱只讲这个皮肤啊。你鼻无好，皮肤就是粗粗啊，袂幼骨啊。有诶讲，你手脚敢若像囡仔面，迄就是五脏拢有循环，拢有关系，拢是好诶，无害啊。是咱一点灵气，是咱讲着顺家显世神呐，是咱原来这个天地，是咱来讲着出家这条心。有诶看手就知，你倒手歹就是凉，凉就是你即马这个肝这边。你即马正手就是咱即马来讲诶，咱诶火啊，诶心这边啊。今仔日你歹性地就是心啊，心肝啊，你现做是心的指数较悬，就是咱讲三高啦。天道是正法性，台湾转道是天命，脚你若未稳定啊，噗噗哦，这个人一定无财库，有财无库，有库无财，因为脚就是地啊。地就是帝王，地就是总管的，这是伊个啊，这个国家是伊个啊，王嘛，王就是咱即卖咧讲的，你管的这是高阳，你所有管的这个财产收的，是你个，你才阁分出去，这是明明的空气嘛。你今仔日无神，你无精神，你这个放尿啊，你这个心啊。可能就是有问题嘛，你未无做精，就是你的护心了无，
无物件嘛。所以讲，你这个护心无物件，你就无精，无法度练气嘛。所以讲，咱灵修的那下重气，即马行教嘛是爱要回报啊，要甲众神来烧火，你嘛这个气爱有把嘛。你今仔日咧传咧传，我唔则定来讲，你一定爱使来力，啊，这才是咱真正这个气力嘛。气，你搁较内底，你代表神嘛。气，你即马伫外表代表精嘛。安尼，咱即马即个地灵用精气神、火化生，都拢伫内底啊。儒教是讲地灵用嘛。啊，这就是佛道儒啊，你要了解伊个性质啊，是咱一点灵气嘛。啊，你唔当空空啊过日子。啊，这文字你也无输入要内底，这个密意，啊，你嘛是伫啊，我着受持者，讲甲天花乱坠无，舌灿莲花无，迄拢是无稽之谈啦，无重要啦，老生常谈呢。显道是正法性，开源是天意呀。今咱有个人，咱有受训练，搁煞嘞。有照母娘啊，甲咱传呢。你解说会出来，你有法度拍破你这世人的迷茫、的阻挡，咱讲做业障业力。显露是天性，开源转难是道。今仔咱六道爱靠六道，六道你就知影爱布施第一啊。爱低改忍辱啊！你这条灵走，我都精进啊，出虚空啊！你才锁一条禅定啊！禅定走，你个爹主张嘛？你原来迄个正在不义啊！咱在成长，是咱一点灵气嘛？我定用杨子，我咧功课这三礼拜，安尼来做积累嘛？是咱一条灵源的灵气嘛？你知影无形甲咱有形的，有形咱定在看，你袂感觉嘛？甲你讲破，你就感觉嘛？感觉了，你有形，你就搁输入来无形这条嘛？就是这个，咱念祖师讲无限这个界啦，无限只有讲境而已嘛。来甲上界坐，上界宽。唔则讲伊救，救就代表足济，三就足济啊！哦，三个人就是代表共同啊，就是代表真济啊，三就是代表真济啊，够嘞！你啊看，所以救唔是咧，甲你讲救天啦、啊，是咧讲足济足济考试，足济足济密意，你要去了解，你才有法度来甲，即嘛即个救来归咱涅槃十。极静杂真如的杂定灵嘛，修灵就是修这啊，来较紧绷，你所有是无干无焦啊。要打破这個文字，你就要用安尼这逻辑啦，合情合理的有无？这才是咱的道理，这个意思啦。显露是天性，开源转染。是天命，这是咱灵魂的本性，随着咱通天这尊神明，是咱灵魂这个天理，是咱顺着母意呀。你看灵对灵啊，那是你要去找对象啊。今咱去回灵嘛，同款。你今仔日要讲。来入会嘛，同款挂会嘛，同款，迄就是咧做一个沟通啊。有当时啊，翁仔某若较巧诶，像阮较早阮一个基山，阮一个大诶是大邮局退休诶，尾啊伊就安那学一寡即个地理啊，又拜大陆先诶啊，啊因某就上京诶啊，伫内蒙上京诶啊。然后
因为去受到正当的训练，而且要修灵、修灵的进步啦，灵的大汉啦，要当智慧啦。然后因两个我逐工对练，咱这师姐啊，打开初的时阵哦，大家拢会晓传，会晓接啊。但是到尾也都拢失去这个功能啊。所以讲，这就是咱的初步啦。你灵若要做伙，一定爱接练啦，接触啦，安尼才会流通，你才会流转。是真济步数啦，但是咱着经过久啊，有无？迄、那个底啊，咱着拢有起底啊，所以讲咱着忘却去啊。但是有新的啊，有新的我爱留爱讲啊。这新的你毋知会当讲，亲像有一句话讲，你的生活有无？阿妈，你才会当变老资深的啊。这就是。咱要讲破啦，啊！无你若无经过，你若我都讲的里里落落啦。问遐讲安尼，问遮讲安尼，我老狗绝对照无另外的工作。一点一滴，你来，我绝对袂去甲你讲安怎。我只是爱你成长的，只是你这世人生活你会当过，你再来讲你这条良心。你唔通讲，你拢要听神讲的。神啊，你若心无正，伊袂甲你沟通啦。啊，你哪有什么神？咱人若善有无结着有无？你心肝就恶白心啊。愿要来做遮工补，愿要来做遮有无？爱就是咧带你这条，这个心咧搞怪啊，你的心经线咧痒痒啊，咧上上啊。啊，做这你都袂上啊，啊，敢唔好？是咱一点灵气，是咱转着清净的心态啊。元灵有母是天地，徛正顺家是神，神是单纯的，单就是一，顺嘛是一，精嘛是一。华嘛是一，嘴嘛是一，麻雀精粹就是咱国家所有的要来，互你开出着你即马即个地位，你莫跋筊就好啊，你莫有两边来伫遐躲就好啊。家己是心平气和啊，你靠咱的智慧进入知识，迄个脑神啊。今仔讲道理嘛，同款啦。你讲会出这个逆境未？你会当行你一站一站安尼爬起来未？啊，这就是咱今仔讲叫做智慧啦，莫想做智慧。你提出来，你讲会出来，你现主持，你就咧讲，你今仔这段你要出。过去社会输真济啊，那你算钱一直伫边啊？啊，这我来出有无？啊，手就提啊，啊，到尾提啊都无提钱啊，干用嘴讲要出尔尔，看济啊啦。所以讲修行是袂当用安尼骗的呢，袂当大嘴斗的呢，用好的呢，是咱一点灵气，尤其是灵修啊，无牛这个产品这个品牌啊，你袂当甲拍甲老去。你袂当甲孙魔啊，因为伊是全面光的啊，天是天阳的啊，是咱一点灵气，是咱转着清净的心。若听到这课，我希望大家心爱转落亲像如天呐、啊，就讲如入中天呐、啊，广照大地呐、啊。就普照啦，普就是大啊，就是广阔啊。现咱一条灵法界，导咱众生顺心开啊，开啥？开你的智慧，开你的道理，开你会当救这条灵，倒转来天啦，莫要开啥？开天门嘛。
天门你无开，你要哪入的？一间厝门无开，你要哪入吧？是咱一点灵气，是咱转着清界的心，心门若开啊，你著内外会当知影嘛。啊，这就是知觉啊，或者讲做觉性圆满觉证嘛，拢是天理之派，拢是咱即马这个机会来生。显露是两天性，拍通顺家无良心啊！这就是咱行穿在咱的心内底。阿母啊，要互咱知影，一世人，你的哥哥就是咱的厝嘛。哦，所以今仔日咱要爱，就是把这个歹的哥除掉，甚至断掉了，咱无有歹习性、歹习惯。恢复赤子心，迄、那个单纯，只有跟老母沟通尔尔。安怎讲？老母这个灵水，才会当饲咱这个灵胎灵儿大汉。显露是上天神，教咱转的是天灵，咱爱是归元，这条灵。